是就这样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铁花村为什么会有铁花村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音乐。我们的那个同事很爱讲一句话，就是铁花村只要有音乐，就会有音乐。那铁花村就是为了音乐而存在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就是会非常希望唱作俱佳是一个舞台。那我们礼拜三到礼拜天晚上都接到固定的演出。那为什么那个唱作俱佳这个节目可以持续到现在，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继续发掘更多喜欢音乐的人，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，这样子，它的一个目的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下一组，也是被我逼迫的大大哥，掌声欢迎他。耶，都是朋友，很棒很棒，最喜欢这样，唱作俱佳就是这样子，音乐交朋友，朋友交音乐。也是被找来的，也是上一次的学员哦，也是对，哦也是一样的学员，所以你们是前后期，可以耶，好棒，掌声欢迎大大哥。那个只有我不认识你，从哪里来？台北。台北 ，OK， 好。欢迎你们来铁花村。然后，这唱作俱佳聚在家里的俱佳，对我们是希望说这个节目，我们这节目开始12年多，铁花村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了。我们7月31号，试营运，9月1号正式营运，然后那是在2010年。9月就有这个节目，就一直延续到现在。然后我们只是希望说，其实透过像这样的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这边是很幸运的地方，可以去分享一些这样的资源。因为上台演唱、上台唱歌不是歌王、歌后、歌手的事情，每个人都可以。对，所以这边没有任何的限制。对，只要你准备好3首歌，你就可以。收下音乐。组只有15000人不到，对，台湾原住民有53万人，这世界有60几亿人，那很幸运在台湾这个地方，然后更幸运的是我们在台东，我们在这边，我们这个地方拥有非常多的族群包容性，但这些族群就只有7族，再加上今天你们听到的，华语、汉语、国语、OK、客家语、闽南语、外省族群，其实台东的融合，我一直认为是全台湾最棒的一个地方。对，然后想唱北南族的歌，我们的年纪要到了，我们有夏天的祭典跟冬天的祭典，那请不要把我们的祭典都叫做丰年祭，对，你们有过年，你们有端午，你们有中秋，今天好像是大寒。对不对？24节气，对，我们的记忆也有我们自己记忆的名称，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叫做丰年祭啊。那当然，外面可能比较适用，不管，冬天的记忆对我们也是一个跨年度、一个跨越的一个仪式。然后，我们在每一年的最后，会经过不同的，我们到现在都还这么做。这个礼拜我们的，小朋友开始上山，然后会在山上过，看一两天。
下个礼拜就是成林南子上山，我们在山上过一个礼拜。那我们部落因为多了一个秋天祭，所以我们还会有再一个礼拜是，要去做大秋千。我们的秋千跟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纯粹人力搭一个20几公尺高的巨足的秋千，纯粹人力，我们没有吊车，对。然后完毕，整个的过程完毕之后，还会有一个除伤。这个年度有商家的，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会场上面，我们共同的去怀念伤者、逝者的美好，也希望安抚这些在世的家人的一些心情。那最后才是你们常常看到的唱歌跳舞，那个是最后面最后面记忆。好，换个角度说，你把给阿牛拜拜，好，啊拜了以后一定是拜给五脏庙。不可能自己在就先吃，所以那个记忆的过程是很多时候是往往看不到的，可是太多人只是看到所有的欢乐的场面这个部分，这样。好，冬天的记忆到了，我唱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是我爸爸叫我唱，我们冬天记忆的时候的歌，那我们就叫它冬季记忆的记忆。唱这些歌很多时候，其实到这时候就是，缅怀长者、逝去的长者，然后希望维护部落的，一些正常文化的传承跟运作，这是我们很辛苦的在做的事情，请相信我们做这种事情很辛苦。现在的一万多、15000多人，可能真正可以顺利表
像，其实语言的流失不只是原住民族群的事情，但你这么盖一笑脸，那老别人讲，啊，我是去，我来金门做电网抄出来，抄到两公台语，嗯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可是我自己的主语反而说得很不好。我们在碰到像这样的文化的，在时间的主轴上面的文化的流失，其实有时候会让我们很紧张，那是，其实这个背景很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我让我的孩子在部落里面学，学完毕以后，你知道他出去外面要多久才可以碰到一个卑南族人，而且会说我的卑南族人，所以很难。但是我们尽力 ，OK， 好。因为我自己之前有点感冒，有点喘，我得喝口苦水。我一阵，我一阵。唱一首，我其实一直在想说，好了，我是一个很，我唱歌算是一个唱很久很久的歌手，我可能高中就开始唱民歌屋了，民歌屋比较年轻的朋友真的没有办法感受，就是写歌单去唱的时候，然后说当红歌曲可能一个晚上一个小时，你可能就要接到10张、12张，同样这首歌的点歌单，所以这歌曲就会。很容易记剧情。好，我要唱，我要唱什么呢？我要唱什么呢？我一直在想我要唱呢。
先去里头吧，然后那个，然后就，好，台东某个乡嘛，吼，有个代表，他选代表上台，他输一票，然后有非常多的人叫他去验票，一票就输一票，落选头嘛，他说他不要，他坦然接受。接受他说，其实没关系，我们再等嘛，下一次啊，也许选民会给我们的选择会不一样。我欣赏这个气度。后面当然是一个著名嘛，都会讲个笑话。对，其实我真的是因为我的柿子要卖不出去了，赶快卖柿子，再去炒那个一票会，连柿子都卖不掉，这样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的态度。那如果都可以很正向的去思考，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念满科，我念政治，黑暗的是人性，从来不是政治。那如果真的可以去这样正向的去思考，不要去，大家都可以很平心静气的去接受问题又怎么样？它会让这个世界、这个政府、这块土地越来越好。这样好，马上最后一首歌。我其实今天要上台前，我一直想要唱一首该唱的歌，那脑雾。什么歌？我到现在还是想不起来，想不起来就算了啦，想不起来我就唱最后一首歌了。好，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。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回
相隔一千一年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和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。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和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谢谢大家。